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主播你好菜，有种单挑！那你报个 ID 啊，我看能不能拿你进房。你 ID 倒是报啊，来啊，单挑啊！妈的，动作来家里哦！你要单挑要报一下 ID，不知道怎么单挑，就是看也可以不加好友拉人进来是不是？他报 ID 了是不是？我叫池上亮二，那你倒是加好友啊？会不会加好友？阿尼亚来啊，单挑啊！去你妈的嘞！多屌！阿尼亚现在刚好找人泄个气，过来啊！加好友会不会加？来啊，池上亮二，来啊！会不会按？妈的，你连好友都不会加，还想跟别人单挑哦？我加了，看你俩加个好友交这么慢，加到我都进游戏了才说你加了。主播抱歉，我叫五郎卡西欧混沌，傻小啦！我礼拜一撞车内伤，可以不要开玩笑吗？年初就撞车了，来啊！阿林尼亚嘞，你流川枫很会灌，他妈倒是来单挑啊！去你妈的嘞！五郎卡西欧，五郎卡西欧混沌哦，这个哦。欸，有两个欸，他妈还有人创10等账号特别改名哦，干你俩神经病哦！啊，你俩来啊！没有，我先把这个开掉，不然等下没角色。他不可能有工程吧？感觉没出资，我先看看他的角色池。哦，胜率很高哦，80%哦，啊，你俩来啊！你要看谁的比较会扣啊？你娘嘞！哇靠！震撼教育！打趴你的电竞梦，让你知道你不配玩这游戏！去你妈的！会不会跳球？会不会手？处理我！看他有钱点二段了，不过他没钱。错，有二段。跑去哪？跑去哪？L 跨呗，Four Two。哇干，真的很会灌啊，拳王啊，有点东西啊。该认真跟他猜拳了。在顶啊，我跟你聊嘞，他小了，他怎么顶？你洗吧。来啊！8-6。妈的！我要出招了，他一直往后运球，他死定了！干你娘的！啊！打趴你的电竞梦，多屌！好扯！咦，你们！咦，再往前卡停，来啊，卡停！打趴你电竞梦。这一球还是后撤，打趴你的电竞梦，多屌都会扣，这边直接再踩一个中停，给他死！去你妈的，不要打灌高啦，干你娘的，垃圾！去你妈的，这一球他妈直接扣！哇哦，八分！哇哦，都会扣，扣你妈！打趴你的电竞梦啊！滚去读书啦！再聊一次靠北靠步，好好去读书啦！五郎卡西欧混沌，操你妈的！去你妈的！咖喱喵，这么烂就不要打灌高啦！游戏删了啦！去你妈的！
干那干嘛？那看起来像我的灵眼是不是？我这个打，你们知道大陆有一个职业吗？叫做打趴你的电竞梦的这个职业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就是父母亲会觉得，小孩子不能沉迷电玩，所以请一堆职业选手来跟他对线，就是 low 就是有对线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说对线有水平实力嘛，然后他就是故意找那些人跟他的儿子去打，然后直接把他电竞梦打碎，让他再也不打电动。有这种职业好不好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对，狼王的70块，赞啊！我不知道他会选这么可怕的东西，他的角色好可怕，真的啦！你们不知道大陆有这个职业吗？不信你们去查，他就是专门打爆这群那个沉迷电玩的小学生的。烂就烂，没天分就没天分，但没天分可以，但不能沉迷电玩啊！好好去读书啊 ，understand？我不敢玩流川了，那你倒是出资玩一个工程啊！打趴你的电竞梦啊！哪知道我跟你的差距啊。哪有虎烂？你们自己去 Google。真的啦，我找一下。大陆打趴电竞梦。这个啊，你们看，我贴在那个，这不能传 link 吗？太长了。PTT 说网址，说给你们看了。好，你们自己看这新闻，真的有这个职业啊。